光影大师维梅尔特展今天正式开幕了。这次的展览以最新的数位印刷技术完整呈现维梅尔的所有画作，更获得了荷兰台夫特维梅尔中心的授权，设计了多种互动装置、情境体验，以生动活泼的方式来解读维梅尔的技法和画作秘密，引领观众进入画中那个被珍珠光笼罩、美丽又神秘的世界。